我们家英英呢，是卖艺不卖身的，可是呢，他三个月前一来呀，这开包的价格是翻着跟头的往上涨。昨天呢，县太爷的公子抬来一个大箱子，告诉您吧，有您这个箱子，四个那么大。 我们老板连县老爷儿子的耳朵都敢割，妈妈，你说？ 跟你们家英英共度春宵，还需要谁应准呢？不，英英今儿晚上归你们了。英英见客，哎呀，你让开，请，来，慢点，哎，爱卿。 小姐吩咐，宾客散去，请你房中一叙。程隐，您是？你猜。 一牙落地，板牙身。瑞德武器行三十六宝号冠天下，在徽城无人不知前线瑞德当家齐得时，贴的是苏州总兵的面子，拿的是徽城实县县令的肾腰子。齐爷，您一跺脚，徽城可要跳三跳啊！齐爷，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哎哎，去去去！ 小美人儿，咱当家的，今晚就在这屋歇了。齐，当心！让他把我的女人放了。朋友，不常进城吧？啊？为了一个娘们儿，徽城城里大把的抓，何必了？ 前线齐德时，敬你是条汉子，愿意和你交个朋友。不过，我有必要提醒你，整个徽城，你最不应该得罪的就是姓齐的。放了我的女人！ 楼上，楼上，楼上，知道了，去忙你们的吧。淮山，放了他！切，放了他！哈哈哈哈哈！朋友。
看来你是只羡鸳鸯，不羡仙呐。好，莺莺小姐，你要是想跟他，我跟你保证，你在灰城新冤一天，你就不会再有一天好日子过。 你没看见陈孟非大爷天天来捧场吗？他不吃齐德时的这套。成也，贩布的大户成也。哼，真是个赔钱的吃货。他要是个卖布的，我是你儿子。 这是清炖马蹄鳖，搁的还是正宗的隆冬腌制金华火腿。老大，还是按照你那老方子炖的。哎呀，这个小客栈让你看的可真是有模有样啊！啊，虎哥，嗯，挺有出息呀。啊，哎，你看这些没有？这都是兄弟们闲来无事从山上送下来的。我听说了，说你的这个客栈。 在咱们徽城，远近闻名，最地道，连县衙的人都过来吃，对不对？啊！这谁啊？啊，曲二家的老三，小九啊？是吧？啊！来来来来，别打，别打，来过来，我看看。等，等，等。长得这么快啊！我走那会儿还流大鼻涕呢，啊，还流大鼻涕呢。 小姐，进来。您找我，送到悦来客栈。 给程孟非，是。
去找黄虎，让他到临县，车马行，搞12匹最快的马，不要走路风声。嗯，去吧。大当家的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也要跟着你们干。老大，我已经安排兄弟们，天亮之前在大路上设下埋伏，沿途跟着他们。 怀山呐，运回祁县的30万两银子快到，祁县县界了吧？听回来的人说明天早上就到了，我得亲自去迎接啊。没有我这事办不成。这，哎，那是，姐。 怀山提前给您道喜了，老大。 还有什么吩咐的？大当家的，齐德石的马队来了，有3大车，6大箱银子，就定了。是。也就是说，这30万两银子值多不少。老大，这趟货咱们……你是担心我们吃不了？ 瑞德行的齐德石，我们惹不起。瑞德行以制造兵器为业，吃的是与官与匪互相帮衬的饭，玩明的，他掐死我们像掐死蚂蚁一样简单。但是我有制胜的法宝，八字真言，他明我暗，兵贵神速。 这过晌的时候，天还放晴呢。到了晚上，下起雨来了。我看这雨呀，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了。今儿晚上就歇在这儿了。姐，怕是不妥吧？怎么？走了一整天了。 兄弟们累得都不行了，这离沙河镇足足还有80里地的路程。再往前走，那就是老树林子了。你不担心有匪吗？七，哎呀，老胡啊，你也是个老江湖了，真要有匪，撑死了谁敢劫瑞德行啊？是。 不要再说了，老胡。老常，老常，纪委爷里边请。老常，老常，接客呀！纪委爷，怎么了？我说他打摆子回老家治病去了，收拾3间上房。 兄弟们都饿得不行了，哎，好酒好菜都有的，几位爷里边请。来来来来来，一路劳顿，啊，辛苦了。好，嗯，好。
来。老胡，啊，老胡，再来一杯。哎，喝好了，我好了。七爷，老胡人好啊，谨慎，小心无大碍啊，好事儿。吃饱喝足，早点歇着。好，来，老胡吃饭。哎哎，好，喝水。猫空在哪里啊？
记得是跑了。后患无穷啊。没关系，我们蒙着脸，他们不知道是谁。你带着小九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几天。你放心，越来客栈不会受牵连。城门那边，啊，打点好了，守城门的头是曲二的三叔。好。先喝口茶。得手了，多亏你的消息。那姓齐的呢？他跑了，很遗憾。货呢？你放心，在城西越来客栈谁都找不到。那你怎么还进城？快走啊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出去！我要出去！不行！别！给我看看有没有活的！九儿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我给你发个誓。只要我风虎活着，我就一定给弟兄们报仇。否则的话，等你长大了，你想什么时候杀我就什么时候杀我。我是来接你的。我。我说过要跟你走了吗？我说程爷，你也算是个老江湖了，怎么就不明白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呢？哼，这齐德师找我麻烦，我不过就是利用你来出口恶气，捎带赚个万二八千的零花钱用用。哎，我可跟你说清楚啊，那个消息可是得来不易，后面还有人等着打点呢。不过这事儿也悬了，齐德石怎么跑了，你现在就是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了，说不定还要被通缉呢。那我跟着你会有什么好处呢？说不定要一辈子被追杀呢，那能吃得饱穿得暖吗？能穿得了金戴得了银吗？哼，不过傻子都知道，你那一大笔钱呐，我看你不眼睁睁看着几年是用不到的了。有时候想想，齐德石也算不错，他要的不就是我这身子吗？反正挂牌出来卖，卖给谁都一样。更何况，他也算一方诸侯，说不定跟了他，
也有几年安乐日子好过呢。这是属你的钱。真是十年难逢金满道啊，看不出来你还是个痴情汉子吗？嗯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果真是个婊子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在唱戏吗？这不是你。你要不愿意跟我走，没有关系，我不会强求的。继续做你的婊子。别亏待自己。谁出局了？妈妈，海南好像是莹莹。莹莹，谁让她出局的？啊！这不是坏了我的财路吗？说要跟齐德石去享受荣华富贵吗？怎么跟我跑了？因为后来我想一想，可能有比荣华富贵更重要的东西，我想试试。为什么？因为从认识你到现在，我都不知道你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啊。我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么重要吗？
如果我知道了，就算这辈子不再见你的面，我也不会后悔了。九儿啊，历朝历代干咱们这行的，从来都是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。咱们技不如人，谋不如人，让当兵的把咱们一锅端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回城，找老大。回城？九儿啊，嗯，回城有可能咱俩都没命，怕不怕？不怕。回城给老大报信。外边这两个镯子，分别刻上两个字：我的城，你的林，送给你。如果你不喜欢，我不会再问你的过去，不管你是谁。你是我。这回的货起得有点蹊跷啊。哎，老冯，你说会不会是老大想独吞啊？他，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我一脚踹死你！程孟非，事已至此，难道你还走得了吗？来啊，把劫匪程孟非给我拿下！贺大人，乃是昨天刚到任的前线知县大人，你见了。怎么不跪呀？草民程孟非何德何能？劳烦贺大人陪其得时来化解旧怨。程孟非啊，
前夜在常家老店劫我30万两银子，取我瑞德行13口人的性命，可是你黄岭黑风寨28人所为。黄岭黑风寨，街头巷尾有所议论，听到一些，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行了，谁不知道你是黄岭匪首，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，回城农工市商，谁不欲除之而后快？这你说了不算吧？我请问，你有何证何据啊？要证据，可以。来呀，在，搜后院北侧柴房底下的酒窖。是，来呀，大人。虽说我瑞德武器行隶属前线管辖，向您报案可谓名正言顺，但有苏州总兵孙大人的火枪队在此护佑，定会分文不少的取回，就不劳押差兄弟们的大驾了。既然齐老板有这么大的本事，那小官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齐爷，一共是25万两，少了5万两。我只是这客栈里普通的一个房客，这客栈平白无故的多了些银子，你说是你们家丢的，并且是我劫持的，这不合道理吧？哼！好一个程孟非呀，果然是刁蛮无礼，信口雌黄。大小姐，这是不好说，说是大事啊！你是个骗子，你骗了我。咱大小姐说了，此连环计第一计，美人计。此连环计第二计，苦肉计。连环计之三，请君入瓮。给程孟非。程孟非，你真是色迷心窍啊！试想，我瑞德武器行有的是数一数二的精壮护院，还有苏州总兵孙大人的火枪队在此护佑，要想运30万两银子回前线，那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儿吗？你但凡动脑子想一想，你就会明白，那30万两银子可不就是让你白白劫的吗？这是为何啊？为的是为了今天，就为了今天。你是谁？Thank you.
有恨过，爱恨成蹉跎，红酥手捧烛黄灯酒，别说你爱我，情是明月，还是成果，别说你爱我。别说你爱我，别说你爱我。